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代售一支王族账号。大家都知道，天堂 W 最近奇岩城已经开战啦。那有一支强力的王族，对团队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。那我们今天要卖的就是一支强力的王族，开价为60万台币。那这支王族到底强在哪里呢？马上介绍给大家了。好，首先等级78等，目前带这个加六地龙面甲情况下，防御是302。那身上的装备，黑色亡灵头盔、亡灵盔甲、科特剑、板盾。卡尔图兰跟黑色亡灵靴、黑色亡灵手套都是非刻印哦。然后这边这个信念耳环也是非刻印。那这件杰尼斯女王斗篷是刻印的哦，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装啊，大部分都是紫装，饰品这边也一个紫装，然后不死项链、不死戒指、不死戒指，这三个也都非刻。装备部分大概就市值台币45万到50万台附近。那这支账号的开价就是60万台币。哦，可以算是物超所值的一只王族啦。那收藏 41%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护身符哦，亚丁15阶，奥曼之塔15阶、12阶、6阶，那象牙塔11阶。看一下变身跟娃娃卡池哦，变身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张紫卡算是相当多，那卡池算是相当不错。然后红变的部分差这几张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魔法娃娃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张紫娃哦，有金瓦的 TJ， 然后已经重复一张死棋了哦，算是卡池很满的一只王主啦，看得出来是非常用心栽培啊。然后再看一下血魔徽章，哦，算是物超所值的一只账号啦。空身的开价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装备的价值跟60万的开价，那大概是差多少哦？这个最差这样哦。智慧是满的，只有守护差最后两格而已，看得出来是用心栽培的一只王主。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看哦，魔眼目前是开了红色的眼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开了7颗眼哦。那胎动是开这样哦，发现、扩散、激化哦。那目前红色的魔眼也是有开出来。那技能部分呢，则是有双子技哦。王者之剑跟血之誓约哦，这次都学起来了。那血之誓约这招大家可能比较少看到，我直接开给大家看。15个以内的血盟成员死亡惩罚免疫，也就是说你放了这个范围之内啊，哦，这15个血盟成员不会挂掉的意思吧？哦，反正是双子技的王子，如果你要转职，他也是有双子技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支账号很划算的地方在于这里啊。未来如果开转职，你真的不想玩王主，然后你搭上这一支装备也都是好的给你了哦。大家可以看到紫装非常的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件紫装，8件非刻印哦，而且武器也给你了，所以算是一支完整度非常高的王主啦。我自己觉得很划算，如果60万的开价，那有兴趣的可以私讯我的 FB 吧。有兴趣的就是私讯我的 Facebook， 那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问，也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直接问我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啦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